传出总统蔡英文可能在社林进行来特赦前总统陈水扁，立法院召开专题报告，法务部长蔡清祥说是请假，被这个在野立委指控藐视国会。另外，法务部讲无收到特赦的消息，有立委就关心这陈水扁的不法所得，法务部强调犯罪所得未被特赦的效力来影响。法务部长蔡清祥特别落电，刷不起最后一摆的立法院司法甲法制委员会。总统蔡英文传出五二抗进程考虑特赦前总统陈水扁，引发政坛的讨论。立法院十五举行专题报告，不过蔡清祥人伫花莲请假，理由是为了救灾的检警。那被立委不接受，谴责蔡清祥藐视国会。民众党吴国昌批评讲，蔡清祥去毕业旅行，表现是让人失望。一直到昨天晚上九点多才请好假，他就是踩准了嘛，踩准了我不来，你能够怎么样？这样的表现啊，令人失望。他的意思是，反正我明天就离开了。你们也拿我没有办法，我从来都不避讳啊，我就是挺扁，我都认为要特赦，正反意见谁不知道会有？陈水扁进前讲，政治案件交由政治解决。法务部表示，目前无接到蔡总统只是要建议特赦，也那咱国即将有八届特赦的记录。民进党曾水雄表态挺陈水扁，讲特赦是总统的政治判断，支持特赦。不过，陈水扁目前阁有四案庭审，法务部回应讲，庭审的案件无伫特赦范围内。国民党罗志强质疑讲，那特赦陈水扁相关的涉案的关系人是毋是会做回特赦？分期付款吗？蔡英文特赦完之后，剩下没被判的案件，等到赖清德上任以后又被判罪了，啊，是不是要再特赦一次？这是不动产，他要没有办法。大概多少嘛？大概不会连这都没掌握吧？大概七亿元左右。法务部表示，陈水扁的2亿5千万罚金已经执行完。立委追问讲，国内外阁有偌济户冻结的资产？法务部回应讲，非法的所得计共有大约7亿，加无没收的犯罪所得，无受特赦影响，因此钱也未幸予陈水扁引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